空本是东胜神州花果山的石猴，学得72变法术盖世，自封齐天大圣。因大闹天宫，结果被佛祖释迦牟尼所制，收押于五行山。贞观13年，唐三藏西行取经，解除孙悟空500年智库，度化孙悟空。三藏又在高家庄擒服猪八戒，流沙河收降沙悟净。妖魔肆虐，孙悟空护卫唐三藏，击破金角银角，力败铁扇公主牛魔王，终于借得芭蕉扇，安然度过火焰山。14年，西元640年，唐三藏已历经14国，西行11000余里。师徒四人不畏艰险，继续向西方90余国勇往直行。倒是监工，这是什么规矩啊？不知道，也没见过。哎哎，哎，沈泽，沈泽是不是三藏法师？正是，沈泽。这里不是谈话之地，沈泽，今晚在城东智云寺会面，拜见沈泽，请请。
曾志广是智渊寺的主持，虽然不认识圣僧，却在梦中见过圣僧。在梦里见过？是菩萨经常托梦给贫僧，他说圣僧有三个高徒，神通广大，能帮助我们重建佛门。志广，佛道虽然不同宗，这里为什么重庆道士而灵月和尚呢？在车迟国，本来佛道两派同受车迟王的礼遇，然而三年前全国发生干旱，外地来了两个会呼风唤雨的道士，公然向和尚挑战避世求雨，结果道士获胜，于是车迟王就宠幸道士，并听信道士谗言，摧毁佛寺佛像，逼和尚到处兴建道观。那两个道士叫什么名字？陆力大仙和杨力大仙。哎、哦，这名字真邪，不像人，倒像个动物啊，说不定是妖怪啊。师母，我和八戒无尽去打听一下这两个道士来路。里面没有人啊。白不吃，姐，对对，有人来了。啊，你这怎么办啊？上去。L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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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
头戴三清龙护甲马，震天天清，震地地灵。拜请拜请，六丁六甲随我请，神兵神将以我行。哎，你怎么打我？我没打你啊，是你先打我。哎，我没打你啊。嗯，难道是天尊打我啊？不错。嗯，是我打你。天尊降临。哎，通通跪下，通通跪下，拜见天尊。嗯，陆历阳历，我们本在天庭，可是你们通宵秉烛，正日焚香，我们非常感动，所以特地赶来替你们赐福。对，天尊大恩大德，弟子感激不尽呢。弟子别无所求，只求永寿长生，请天尊赐福。很巧，我们这次临凡正好带来了圣水。圣水？你们只要喝了我们的圣水，就可以永寿长生。嗯，谢天尊。不过圣水来自仙界，不施圣水不可偷看。弟子不敢偷看，大家注意啊，向后转。我们现在就要布施圣水。李师兄，我哪来的圣水啊？撒泡尿啊。这个好，我憋了半天了。听到圣水的声音了没有？听到了。陆历阳历，圣水已经不好了，你们喝吧。少喝点，留点。这味道好怪啊！又酸又咸，好像猪尿。像猴尿。你们说对了，那不是圣水，是圣尿。你们刚才喝的是孙悟空的尿。把你我戏弄，我就要杀他一个前后皆通，自大皆空。陆历跟阳历真的是妖道？师父，据我老孙火眼金睛的判断，这两个绝对是妖道。只挂明日一早我们就觐见车迟王，请车迟王同尊道佛，开示佛门弟子。阿弥陀佛。唐三藏，你要本王同尊道佛开示和尚？是的，大王。来呀。大王，唐三藏是个和尚，和尚狂妄自大，专门欺世盗名，所以贫道不赞成开示和尚。你们凭什么说和尚是狂妄自大欺世盗名？七年前车迟国大旱灾，就是因为这些笨和尚不会求雨，却欺君瞒上，自以为可以祈福降雨，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施救的话，车迟国的百万生灵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加师也是个和尚，你们怎么知道他不会求雨呢？唐三藏，你会求雨吗？我不会呀。师父，你会？
我知道，你一定会。啊，既然会，敢不敢比一比？哎，你敢比，家师就一定奉陪。啊，大王，今年开春以来，一直没有下过雨，百姓们数次祈求贫道求雨。唐三藏既然夸下海口，贫道愿意跟他比试求雨。很好，唐三藏，你竟然敢跟国师赌圣求雨，如果取得一场甘霖，本王即开示和尚。假若无雨，哼，本王要将你推赴法场，典刑示众。奉太上老君五雷令赐，风言雷语，急急如律。保护师傅，我上去看看。大圣，是你呀？是谁叫你们在这放风打雷？大圣，凡界传来五雷令，我们是依令行事啊。我不管那妖道从哪儿学来的五雷令，谁在帮助那妖道，哼，就是跟我老孙过不去了。大圣，我们不敢。只要大圣吩咐，我们一定言听计从。那好，待会儿一切听我指挥。不然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下雨了！风来了，雨啊！风没了，雷也没有了啊！好吧，那风来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哎、天灵灵，地灵灵。
哎，下雨了。哎，陆丽，怎么了？哎，陆丽，哎，陆丽，陆丽。哎，师兄啊，一定是大师兄在上头做法呀。大王，你的国师法术已经不灵了，是不是让我师父来求雨啊？好吧，唐三藏，该轮到你求雨了。啊，我，师父，师父，快求雨吧。会求雨啊？师父，悟空，求雨啊？我怎么求雨啊？念经啊。念什么经啊？随便念。哦哦哦。快念经啊。哎，陆丽，哎，醒醒啊，哎，醒醒啊，哎，放风。是啊。全国和尚，安生，安生，大王，不准你释放和尚，对，不能释放。你们敢抗旨？笑话，不但要抗旨，而且还要判旨。嗯，俺们弟子，哎，过马车车。本王误信妖道，差点遭了他们的毒手，现在本王决定独尊佛教。智广，还不快感谢大王。阿弥陀佛，谢圣僧。Thank you.
哎，诸位天子。杨丽啊，我看我们不要跟这些蜘蛛打交道，我看我们还是走吧。好，我们走。这两位是陆丽大仙跟杨丽大仙。不要！陆丽、杨丽，你们身为车迟国国师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的？唐三藏破了我们的五雷法，他害我们兄弟在车迟国无法立足，无法立足。唐三藏，唐三藏是到西天取经的和尚。如果要是吃了他的肉，可以长生不老。只要你替我们报了仇的话，你们就可以吃唐三藏。唐三藏的肉，当真可以长生不老？千真万确。唐三藏现在在哪里？大概这两天就会经过此地。那好，大姐，我们就在盘丝洞引他上钩吧。仙子啊，盘丝洞阴森恐怖，唐三藏是个高僧啊，而且还有孙悟空保护他，他不会轻易上钩。四个啊，正好，我们一人一个，你分一分。师傅，不能分了。为什么不能分？本来确实有四个馒头，不过现在都在我肚子里了。你就是贪吃，现在你去化斋去。去就去。八戒。你别去，我去。师傅，过去每次都是你们去化斋，今天师父要表现表现，师父要亲自去化斋。师父，有事弟子不勤劳，哪有要师父去化斋的道理？还是我去吧。悟空，我们讲究的是苦修力行，师父不能老是安享其成，师父化斋也是极见功德呀。是，我去。师爸，你可要小心一点啊。我会，我随话随回。哦，师父小心了。师父你要小心一点啊。都是你。
僧唐三藏欲往西天取经，随缘布施，特来木化一斋。你是唐三藏？正是。大姐，贵客临门，唐三藏不请自来。真的是唐三藏？不错，贫僧路过宝方，想化点素斋素果。快请大师移驾内室，马上办斋。是。来师傅，师傅，我的新娘子呢？啊，我的新娘子呢？师傅，你的新娘子在那儿。我才不要那个怪物，我要我的新娘子。新娘子，新娘子，新娘子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等等我们。新娘子，师傅，师傅，新娘子，师傅，师傅，新娘子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找新娘子，我找新娘子，我找新娘子，她当嫁给我的，师傅嫁给我呀，师傅，哎，大师，大师，来来来，我新娘子，看我的，看我的，我新娘子，师傅啊，我找新娘。师傅中了邪，看我替他解邪。灵吧，我一解就破，是吧？哎呦，哎，我不要看你跳舞，我要找新娘子，我找新娘子，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悟空，我怎么穿这种衣服啊？师傅，你爱上了妖精，准备给他成亲哎。八戒，师傅是佛门弟子，怎么可以胡说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悟净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啦？我的脸碰到师傅的手了。哎呀，哎，那个猴崽子果然厉害。是啊，快走啊，快走。哎，兄弟啊，我看我们这仇是报不成了。是啊，站住！啊！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想要干什么？我们无冤无仇啊！你们好大胆啊！竟然闯入飞人谷，抓起来！
他们来意不明，闯入我们飞人谷，啊哈，私闯禁地，那一定是奸细啊！啊，大王，我们不是奸细啊，我们是车迟国的国师啊！不管你是什么师啊，依照本谷的规定，凡是私闯禁地，就要火烤三日，而且还要分而食之。啊，要火烤三日啊。嗯，没错。哎，你比较棒，就先考你了。啊，先考我。大王，我太胖了，烤起来都是油啊，肥油不好吃啊，我看先考他好了。嗯，有道理，肥油吃多太腻了，先考你了。哎，大王，我又干又瘦，烤起来真的不好吃，我有皮肤病，还是先烤它吧。啊，不不不，还是它好吃，我太肥了不好吃了。先来这个，你们都不能烤。哎呦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大王啊，好吃，而且吃了还可以长生不老啊！长生不老。好，你说的是谁啊？东土来了个和尚，他叫唐三藏。大王，我要吃唐三藏的肉。告诉我，他在什么地方？离这儿不远，不过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啊。那猴崽子，你们也对付不了他哦。孙悟空是不是会七十二变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那个孙悟空？是啊是啊。那这个猴子实在很难对付。大王，我有主意了。啊，我的宝贝儿，你有什么主意快说。怎么样？我先派他去对付他们。
师傅，师兄去化缘怎么化这么久啊？哎，你要嫌时间长的话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化啊？姑娘，姑娘，你走路要小心点。你们是要到西天取经的吗？是啊，他就是我师父唐三藏。那你一定就是八戒哥了。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就是特地等你们的。圣尊，我家世代行善，早就听说圣尊要路过这里，我特地准备了些素斋来孝敬圣尊。师父，放开！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姑娘，姑娘，他死了。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他是个妖精，他是装死。他明明是个善良的童女，他不是妖精。悟空，我证明给你看。哎，师兄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让开！跑了，真是妖怪！不，这是师兄用法术把尸体变走的，师兄在骗你。悟空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猪八戒，你上小步。师傅，师兄杀人是真的，我没挑拨。师傅，悟空，师傅，救命啊！师傅，救命啊！师傅，师傅，我不要命了！师傅，我不要命了！悟空，你原性不改，太好杀生，我原谅你一次，但是以后不能再妄自杀生，否则你马上离开。大王，那个孙悟空真有一套，他一眼就看穿了我，还好我验尸的天衣无缝，现在唐三藏已经对他起反感了。好现在给我去逗逗他们。刚才师兄杀的就是他女儿，回来啊！又是个妖怪，快点、啊！你快回来！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女儿啊？我的女儿是个女的，长的，她不见了。妖精，你骗得了我师父，骗不了我老孙。骗你又怎么样？你敢打我？Yeah!
我要死了。悟空，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能杀生吗？你怎么又下手行凶？师父，师父，他真的是妖精，他变走了。师父，这次可能是真的。不，一定是悟空变的。师父，师父，我看师兄是恶习难改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师父，不要念了，师父，下次不敢了。师父，不要再念了。师兄，师父，师兄已经认错了，您就不要再念了。师父，你接连两次杀人，我们师徒名分已断，你走吧。哎，师父，是你把我从五行山救出来的，我不能忘恩负义，我是真心诚意，你让我跟着你，我一切听你的就是了。哎呀，又成功了一次。大王，这回该你出马了。孙悟空这回绝逃不了我这关，看我的。哎呦，老伴儿，我乖女儿，老伴儿。师父，这老太婆一定是来找她老伴儿跟她女儿的。回来呀、老伴儿。大师兄啊，不管他是不是妖精，都不要理他哦。你走开，你走开。快回来呀、这位师傅啊，我走失了我女儿跟老伴儿，你有没有看见呢？老伯伯，有是有。哦，不过被我大师兄打死了。啊！你为什么杀死我老伴儿？你为什么杀死我女儿？我跟你拼了！我。不是我，老妖精，是我打死的。好，我跟你拼了！妖精，我不会再上你的当。这次我不惹你，看你们还有什么把戏。臭猴子，我把戏多得很，你等着瞧吧！救命啊！猴崽子，该你倒霉了！还要摔死人了！师父，师兄又打死了一个，这已经是第三个了。悟空，师父，他确实是妖精。你不听我的告诫，一再杀生，我也无法收你，你不再是我徒弟。师父啊，师兄，师父，师父，请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你不走的话，师父，请你不要再念了，不要再念了。不念可以，不准你再跟我。如果你再跟我，我就一路念下去。师父，阿杰，我们走。是师父，师父。我不能走，没有我你去不了西天。生死有命，我不在乎你，何况还有八戒无尽他们保护我。师父，你真的赶我走？你还不走，我就要念咒了。好，我走。师父，你我一程，今日半途而废，不曾修得功果。师父，请你救我一半。我是佛门高僧，
不受你的礼。大师兄，这怎么办呢？悟净，你是好人，好好保护师父。如果有妖怪拿住师父，你就说我是他大徒弟，也许他们听到我的名字就不敢伤害师父。好，那可不一定哦。八戒，你不要得意，也许有一天你会到花果山来求我的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有一天我老猪去求你啊，你可以拿我老猪屁股当球踢。吴俊，走啊。我会替你的。吴俊，我走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。我们已经赶走了孙悟空，现在马上行动捉拿唐三藏。我要吃他的肉。是。大王啊，你这次回来我们实在太高兴了，可是看你每天闷不乐的样子，是不是不喜欢这花果山呢？我实在担心我那去取经的师父啊。你不是说是被他赶回来的吗？那担心他干什么呢？其实他是个大好人，要不是他救了我，我现在还被压在五行山下。想到他们要去西天取经，前途还不知有多少凶险，我真不该在这享福。啊！哎，师傅啊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是在想，悟空是不是回花果山了？我就知道，师父一定会想大师兄的。没有，我没有想的。吴静，你们睡吧。哦。师父怎么会突然失踪了呢？师父，你在哪里呀？师父，二师兄啊，我们要到哪儿去找师父嘛？对，我们可以问土地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找土地。土地，土地，给我出来！别找了。我来了，二位有何贵相？土地，我想问你。我师父昨天晚上失踪了，他会到哪去啊？别了，我说，你师父是被非人故人抓走，其实啊，他们都是蝙蝠精。哎，蝙蝠精，哎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土地，我师父被抓了，我们要去救他。告诉我，被人困在什么地方？我说。从这方向走300里，有个绝壁山谷，那儿就是非人谷。非人谷，我现在就去救人。
谢了。你拿错了吃饭的家伙。哎呦，谁让你这破烂玩意儿？拿来。二师兄，等等我啊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师傅在哪儿啊？哎，师傅在那儿，你看，你师傅，师傅，我们来救你，我们来救你。我不是你师傅，啊，我是你祖奶奶。猪八戒，早就算定你们会来。哎呀，你以为我老猪怕你啊？算了，反正我们要吃的是唐三藏的肉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把它带出来。师傅，悟净，悟净，我今天的午餐就要把你吃得干干净净。哎，大王，这个和尚你是要用蒸的、烤的、煎的、炸的，哪样好吃啊？我通通喜欢。宝贝儿，我们干脆来一个和尚自吃。吵吵闹闹的啊！哎，抓到了一个妖怪。妖怪！哎，给我打！是，打！师兄，救命啊！别打了，师兄，我是八戒，放心。哎呦，放心。师兄，师弟，你不保护师父到西天去，到花果山来干什么？
师兄，请你踢我的屁股。你的屁股太肥了，我没有兴趣。师兄，有话快说，说完了就滚。师父想你，让我请你回去。师父千方百计的赶我，他不可能叫我回去。师兄，你走了之后，师父天天想你，赞美你，关心你，所以让我赶来，请你回去。不必了。花果山，天不收，地不管，自由自在。我不愿意回去当和尚。师兄，你真的不回去？不回去。真的不回去？嗯。孙悟空，站着！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好崽子，你管人兴趣？你不想当和尚，想在这当妖怪？你别骂我。师兄，你打吗？你回去吧，好好保护师父。师兄，我已经没有师父好保护了。师父怎么了？可怜的师父，他被妖怪捉走了，说不定现在已经被他们吃掉了。我不是告诉过你们，如果有妖怪抓师父，你们就说老孙是师父的大徒弟，你们为什么不说呢？我说过了，他们不理。啊，他们不理。不但不理，还骂你是猴精，你是杂种。他们还说要抽你的筋，扒你的皮，揭你的活干，炖你的猴脑，还把你切成十八块。我马上去宰他们。跟着人，师兄，师兄，等等我，等等我啊，师兄，等等。好了，亲爱的，马上就可以吃了唐三藏的童子肉了。是啊，吃了可以长生不老，美容养颜呢。来来来，敬你一杯啊！来，干杯！师父，师父，哎呦，大师兄怎么还不来啊？大师兄怎么还不来啊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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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五彩六回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溜啊，怎么办？快溜啊！我溜啊！师傅，快走！哪里跑？哎呦，哎呦！来，
子江，你们都没事，我走了。师兄，悟空，你真的要走？我回花果山去。师兄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请你不要走。八戒，师兄。没有你啊，我们去不了西天。师兄，求求你不要走。师兄，悟净，悟空，过去是我错怪了你，如果你还记恨我，我向你赔罪。唐三藏西行30000余里，师徒四人不畏妖魔艰险，继续迎向西方取经。